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一条知名新生 AJ 赖玉哲。对我来讲，原创不只是代表音乐，我觉得舞蹈也是原创的一部分。我觉得他好甜美，他一起笑，就是那种很温柔，然后暖男的那种感觉。到你的 second part 的时候，你就完全爆发了。你怎么做到的？不是不知道，就是啊。我是闪电幼班的班长 AJ 赖玉哲。真的上台，我们不可能每个人都做到一样，但是在台下练习，我们要想办法花最大力气去做到一样。在这个地方，我很想谢谢悠悠班，他们也让我成长。因为经过一次两次公演之后，我发现我跟以前不一样了，我更知道怎么去带领他们。然后也谢谢他们一直以来的配合。我很谢谢以团之名，跟很谢谢所有工作人员、跟老师们、跟大家。就在这边，我收获很多，但我真的很舍不得他们。